打击感，然后那个黑暗骑士又太吵了，他带的是两攻击力一个护甲，欢心直接跟他换血，杰斯一级弱啊，哎，A Q A 拽起 A 再 A 再 A 巨人，那不叫闪的。这里是诺克萨斯小子，赢家通吃。这里是诺克萨斯啊，小子，赢家通吃。该死的 Scar， 我讨厌走路。对，应该对我也感觉应该出个灰烬骑士，因为本身也符合这个定，就是这个系列，然后再加上原计划其实也可以克列出。那咱这种冷门英雄都没有一个传说级别的皮肤，隔壁那 EZ 那些啥都出了一堆了，哼，咱这平均一年两年出一个皮肤，这个 E 吧。Q。好家伙，快过来！毕竟进去，咱先去野区帮狼人抓个人看。我们干掉这些家伙之后，该吃点什么呢？草莓卷儿，好吧，玉米卷儿。冷静，小妞。Scar！ 就是，转 E 型 A 学 W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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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可没法应付我们。看着我呢。你试着跑跑看。狼人这边没来。看 Scar， 晚饭时间到了。有什么？是我的。就得看紧了，抓住他们 ！Scar， 放松点，孩子，放松。踏上我的地盘会有什么后果？我早就警告过他们了。是不是推不动？操，好多兵啊！我这波游走其实有点亏。我喜欢的东西不多。那个蛤蟆没抢着。还有这条蠢蜥蜴。操，反正我手机没电了。妈！别这样！爸！真坏！哎，算了。我先把弹幕关一下了，我们我手机没电了。先宰了他们五个再说。一会儿把数据线拿过来呗。E Q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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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Q。哇，他这波竟然敢回头！我觉得越的。让那条蜥蜴去死吧！克烈自有打算。他们已成历史。你追，你追，操，还烧死！打打杀杀有一身轻。这拿数据线。
好，这数据线没找着。萨斯的梦想有我的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但是没人能分走我的一半。我数据线。这家伙忘了钻充电，掉床底下去。这家伙想整我们，门儿都没有。这打开原来看不了弹幕了。咱这多团队呀、啊！野区抓蜘蛛，中路抓棋，自己都没咋发育。永别！要命啊！你差点搞死我们俩！我去 ！A A A A！ 是我的，你别想带走。啊，不太够。电脑看弹幕得开无边框，开无边框卡。不，我非常肯定，我不是在胡说八道。电脑看弹幕 ，FPS 可低了。诺克萨斯的地盘，我说到哪儿就到哪儿。没点人，要不然一套给他秒了。如果该压还要压，不让他吃香。我的地盘 ，EQ， 一铁丝兵 A， 直到太阳落山的那头。怎么打？意味着我得晚点再回来收拾你。哎，他有点燃呀、啊！上边抓是杰抓死的，我就点燃。战锤时间，我这个少将海军先锋完了不动，头衔可不是靠逃跑的才能换来的。他这个回城时间，你去哪儿了？你之前是我要卡他回头追我，然后回头 A 极限上马。这也挺细的。一定会呀、啊！等我把这些闯地盘的打成一滩肉泥的时候，他就会回来了。来回走 A， 来回走 A 拉伸位，没事儿，队友不崩就好啦。牺牲一点又何妨呢？以我自己之力，把对面中野节奏带崩，我可血。才看这是个可血的杰斯，征服者可血半肉流，可血黑切那个套路。这边蜘蛛在上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份见面礼。蜘蛛不在上就在中，小心。
E 挺进 Q， 行，这波他没 E 了，直接越他，没 E 直接 R， 啊 Q A A 挺进 A A， 别败了，别刚。有意思的是，他正好死在了我的地盘的边界上，我的地盘又变大了。E Q。CDU 别叫唤了，你把看不见的猎物都吓跑了。这啥意思？这杰不会还想杀我吧？我操！走走走，走往后走，往后走。别再咬我了！冷静，小妞儿。你还以为自己能跑啊？这个屌杰三级抓那波一直往上路跑，得找着机会给他干死。直接还出黑切呢。别烦我，我要跟人打架了。要不要 W？ 冲啊！你收到我的请柬了吗？没有吧，因为根本没有什么请柬。抓到你了！大我大我大我！大呀大呀！早点啊，我的哥呀！这支援太慢了。你到这儿了都还不大，我的妈呀！我为什么让你每波上你都不上？那把潘森让你顶顶顶，就是不顶，我操！非要我死了你就往前上。你能闭上那张臭嘴吗？支援不过你也不推线，给点压力。我操！你还真的有不错的主意呢。对呀，他们刚刚印证了我们的猜想，是吗？见你的鬼！我杀光他们！游戏了。Scar！Scar！
十五吧，姐一直在搞呢，吃我肉点儿。是用来训练线图的地方。感受雷霆吧！哇哇哦！现在别冲动。你们都是不错的靶子。我警告你别抛下我。我已经警告过他们了，真的警告过了。忍你们很久了。然后买了个步枪，要不然又被李杰秒了。血量高就破败，我们先杀光，肉多就破败，再弄明白他们是从哪儿来的。太屌！啊，完了！那干嘞？咱联动的有点问题，感觉。这是他们位移，然后我控不住了。那上天了他。人来太多了，你操作不动了。我是大龙了，这么吓人吗？不行，我这把得先买肉装，不好操作，先买个影魔刀。还行吧，这边没打龙。我生来就很，操，狼人太脆了。能不能把他给做了呀？这个屌气！别急啊，等我 R 你再上，别急别急。哦，上！加速完推推棒。我操，这可血还挺肉。这杰连神话都没出啊！我的，操你个贱逼！撤撤撤撤撤！快走快走！哎呀，这人真的激怒了我啊！下班要把他干碎！我操！你再敢拖上，这节就我三级抓一波，他这把住伤了。然后就有一堆肉靶子了。那人就不服。
来，来一波头。这红安安给我吧，兄弟。抓住他们！他应该指导也应该给你。我们去弄点新玩意儿。我操！好大！追！好猛啊！那也是。我大龙，这样跟的可以。他们永远学不到教训。操！这关键时候打了个喷嚏，我操！完了，我小鬼也没。我讨厌给暴力和神经病代言，问题是他们跟我很合得来。别把马库给弄皱了，你还以为自己能跑啊？我发现他们就想杀你。操你妈！有病？为什么呀？跳！我受不了了！我真服了，他们都打个肉啊 ！Shit！ 哎他妈的，这杰指着我了。好闪，好潮，不过没伤害。有病，拍不到我都，那手都太长了，先拿魂龙魂吧。准备好了吗 ，Scar？ 今天是个大风天，疯子的疯啊！算了，这把感觉把影魔刀做直接弹玉吧。影魔刀弹玉。还是15呢，不是还是4呢？那把这狗日的结果日，天津龙啊！这龙必须得拿，这龙屌！我操！我空刃性啊，这！炼金龙魂生命值低于50%，加10伤害十减伤。伤害差点，主要伤害提升。这块地方是我的地方。不能打了，我就等个闪。这帮人技能只留给我。妈的，为什么都抓一个克烈啊！我操！感觉复活甲吧，复活甲，我不给对面机会。脚下生风，脸上见血，还有比这更爽的事情吗？跟我来！兄弟啊，你敢？这里真的漂亮的要死，幸好我操，人咋都死了？哼，灵车呀！我进不去啊，哥！操！你这狼也太凶了。
干吧。对面反打，说实话确实厉害。哎呀，开不死对面，还是得等大龙爆头。这面挺挣扎的，打的也挺好的。你怎么看，神哥？我哪不上不去，我就上不去，手太长。你他没闪了。这 AD 拿红。也去抓人吧。赶紧闭嘴，你这蠢蜥。嘿嘿。我跟狼人冲上去，后排伤害太低了，这 AD 他做的15。哎，屌了，你也有今天，我逮着你了吧？这就是我们说的，早就能想到的结果。那强攻都打2000多了。Scar！Scar！ 我买了提亚马特，这估计最后一波了，直接嗑药吧。他爆发高点吧，贪欲最后做了。我买贪欲中期肯定得一直死。这个蜘蛛火焰伤也挺高的。只有我还没去到的地方，没有不属于我的地方。妈的，不干你啊！血流成河是最合适不过的告示。就干你这个鸡，他俩都没伤。这边打得好难啊，我操。